天垂象，用来启示有心人。但是现在看得懂天垂象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分析一下最近天垂象到底在讲什么。气候异常在告诉人类要自省自反自救，它是一种示警，而不完全是现象而已。社会秩序提示人类不可盲目求新求变，现在根本就是乱变，什么花样他都想得出来。最近老是在告诉你，以前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今后会累累的发生。社会失序，气候异常，人口老化，提醒人生必须要做好未来的准备。这些都是上天好生之德来启发我们，千万不要把它看成现在一般人所讲的大自然的反扑。不是，大自然从来不反扑，它只是费尽苦心透过各种现象来告诉我们。